拿去看看。烟台都下雨了。这个时间了，咱们也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看看我们家的牙子。感谢老铁送的小花花啊！看见我们家的葫芦藤没？看着没？都爬房上去了，看着没？就三颗牙，这么大，看着没？这就这四只牙子。看我们家的田耳机啊！这我们家的田耳机啊，我准备给它嘎了做背景。哎，葫芦秧都爬上去了。这面呢全是葫芦秧，看着没？老多葫芦秧了。这鸭子下蛋吗？公鸭子下什么蛋？看着没？这是我们家的田耳机啊。有刀没？我嘎一颗了。欢迎我大叔啊！欢迎我大叔。公鸭下啥蛋呢？我给你整个田耳机啊。田耳机不让整来着，你干啥呀？你搁哪呀？不是我撅个田耳机吃不行啊！啊，这年味儿得有意思，我撅个田耳机不让吃，我撅个田耳机不让吃啊！我撅个田耳机还限制我啊？行不行？田耳机，我撅个田耳机不让啊？养的都吃肉，对，我们那都是吃肉的，看着没？都吃肉的，全是吃肉的。谢啥？给你不给你吃啊？给这叶子喂牙的，还给这叶子劈了喂牙的。我准备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冬天我做背景，田耳机，冬天我用它做背景。田耳机，看着没？就用这么高就行，这么高做背景。这个我们就给它冬天留做背景的，行不行？北方有甘蔗吗？没有，这就是田耳机呀。看看，就是这种感觉。